相赞，炉香乍若，法界蒙熏，诸佛海会心遥闻，随处结祥云，诚意方殷，诸佛现全身。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南无香云盖菩萨摩诃萨。净身业真言，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萨婆诃。净口业真言，嗡，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嗡，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嗡，修利修利，摩诃修利，修修利，萨婆诃。净意业真言，嗡，哇兹拉达呵和哄，嗡，哇兹拉达呵和哄，嗡，哇兹拉达呵和哄。安土地真言，南无三满多摩陀南，嗡，嘟噜嘟噜地威娑婆诃。南无三满多摩陀南，嗡，嘟噜嘟噜地威娑婆诃。南无三满多摩陀南，嗡，嘟噜嘟噜地威娑婆诃。普供养真言，嗡，耶耶囊三婆哇发兹拉哄，嗡，耶耶囊三婆哇发兹拉哄，嗡，耶耶囊三婆哇发兹拉哄。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华严海会佛菩萨，南无华严海会佛菩萨，南无华严海会佛菩萨。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菩萨横愿品，唐济宾国三藏般若奉诏译。二十，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圣功德已，告诸菩萨及善财言：善男子，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劫相续演说，不可穷尽。若欲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横愿，何等为十？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请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善财白言：大圣，云何礼敬乃至回向？普贤菩萨告善财言：善男子，言礼敬诸佛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数诸佛世尊，我以普贤横愿力故，身心信解，如对目前，悉以清净身与意业常修礼敬，依佛所皆现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身，
一身遍理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微尘数佛，虚空界尽，我理乃尽，以虚空界不可尽故，我此理尽无有穷尽。如是乃至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理乃尽，而众生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理尽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称赞如来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刹土，所有极微一一尘中，皆有一切世间极微尘数佛，依佛所，皆有菩萨海会围绕。我当悉以甚深圣解现前之见，各已出过辩才天女微妙舌根，一舌根出无尽音声海，一音声出一切言辞海，称扬赞叹一切如来诸功德海，穷未来际相续不断，尽于法界无不周遍。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赞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我此赞叹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广修供养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中，依各有一切世界及微尘数佛，依佛所，种种菩萨海会围绕。我以普贤横愿力故，起身信解现前之见，悉以上妙诸供养具而为供养。所谓花云、蛮云、天音乐云、天伞盖云、天衣服云、天种种香、涂香、烧香、墨香、如是等云，一亮如须弥山王，燃种种灯、酥灯、油灯、诸香油灯，一灯柱如须弥山，一灯油如大海水，以如是等诸供养具常为供养。善男子，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利益众生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善男子，如前供养无量功德，比法供养一念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俱之挪于脱分、迦罗分、算分、数分、欲分、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何以故？以诸如来尊重法故，以如说行出生诸佛故。若诸菩萨行法供养，则得成就供养如来。如是修行是真供养故，此广大最胜供养。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供乃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不可尽故，我此供养亦无有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忏悔业障者，菩萨自念，我于过去无始劫中，由贪嗔痴发身口意，作诸恶业无量无边。若此恶业有体相者，尽虚空界不能容受。我今悉以清净三业，便于法界及微尘刹一切诸佛菩萨众前，诚心忏悔，后不复造，恒住境界一切功德。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
我忏乃尽，而虚空界乃至众生烦恼不可尽故，我此忏悔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随喜功德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数诸佛如来，从初发心为一切智，勤修福聚，不惜生命，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劫，一劫中舍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头目手足，如是一切难横苦横，圆满种种波罗蜜门，证入种种菩萨智地，成就诸佛无上菩提及波涅盘，分不舍利所有善根，我皆随喜。即彼十方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尘，我皆随喜。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有学无学所有功德，我皆随喜。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横苦横，至求无上正等菩提广大功德，我皆随喜。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喜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请转法轮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中，依各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广大佛刹，依刹中念念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一切菩萨海会围绕，而我悉以身口意业种种方便殷勤劝请转妙法轮，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请佛注视者，所有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及微尘数诸佛如来，将欲示现波涅盘者，其诸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诸善知识，我悉劝请莫入涅盘，经于一切佛刹及微尘数劫，为欲利乐一切众生，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劝请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常随佛学者，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从初发心精进不退，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剥皮为纸，细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积乳须弥，为众法故不惜生命，何况王位、城邑、聚落、宫殿、园林一切所有及种种难横苦横，乃至树下成大菩提，是种种神通，起种种变化，现种种佛身，处种种众会，或处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或处声闻及辟支佛众会道场，或处转轮圣王小王眷属众会道场，或处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乃至或处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道场，处于如是种种众会，以圆满音如大雷震
随其药浴，成熟重伤，乃至视线入于涅槃。如是一切，我皆随学。如今世尊毗卢遮那，如是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所有尘中一切如来，皆亦如是。于念念中，我皆随学。如是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学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恒顺众生者，为尽法界、虚空界、十方刹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所谓卵生、胎生、湿生、化生，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住者，或有依空及诸秽木而生住者，种种生类、种种色身、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受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乐、种种异形、种种威仪、种种衣服、种种饮食，处于种种村营、聚落、城邑、宫殿，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族、二族、四族、多族，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如是等类，我皆于彼随顺而转，种种常事、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等无有异，于诸病苦未作良医，于失道者视其正路，于暗夜中未作光明，于贫穷者令得福藏。菩萨如是平等饶益一切众生，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常事，则为尊重常事如来，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棘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善男子，汝于此意应如是解，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顺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复次，善男子，言普皆回向者，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皆悉回向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愿令众生常得安乐，无诸病苦，欲行恶法皆悉不成，所修善业皆速成就，关闭一切诸恶趣门，开示人天涅槃正路。若诸众生因其积集诸恶业故，所感一切极重苦果，我皆代受，令彼众生悉得解脱，究竟成就无上菩提。菩萨如是所修回向，虚空界尽，
众生戒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回向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善男子，是为菩萨摩诃萨十种大愿具足圆满，若诸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入，则能成熟一切众生，则能随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能成满普贤菩萨诸横愿海。是故善男子，汝于此意应如是之。若有善男子、善女子，以满十方无量无边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及微尘数一切世界上妙七宝，及诸人天最胜安乐，布施而所一切世界所有众生，供养而所一切世界诸佛菩萨，经而所佛刹及微尘数劫相续不断所得功德。若复有人闻此愿王一经语耳，所有功德比前功德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优婆尼沙陀分亦不及一。或复有人以身信心于此大愿受持读诵，乃至书写以四句偈，速能除灭五无间业，所有世间身心等病种种苦恼，乃至佛刹及微尘数一切恶业，皆得消除。一切魔君、夜叉、罗刹、若鸠盘茶、若毗舍奢、若不多等淫血淡肉诸恶鬼神，皆悉远离。或时发心亲近守护。是故若人诵此愿者，行于世间无有障碍，如空中月出于羽翼，诸佛菩萨之所称赞，一切人天皆应礼敬，一切众生悉应供养。此善男子善得人身，圆满普贤所有功德，不久当如普贤菩萨，速得成就微妙色身，具32大丈夫相，若生人天所在之处常居圣足，悉能破坏一切恶趣，悉能远离一切恶友，悉能制服一切外道，悉能卸脱一切烦恼，如狮子王摧伏群兽，堪受一切众生供养。又复世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辅相大臣功成内外，像马车上珍宝伏藏，如是一切无复相随。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道以极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此诸菩萨色相端严，功德具足，所供围绕，其人自见生莲花中蒙佛受记，得受记经于无数百千万亿挪于脱劫，普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不久当作菩提道场，降伏魔君，成等正觉，转妙法轮，能令佛刹及微尘数世界众生发菩提心，随其根性教化成熟，乃至尽于未来劫海，广能利益一切众生。善男子，彼诸众生若闻若信此大愿王，受持读诵广被人说，所有功德除佛世尊于无知者，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一念，应当谛受，受以能读，读以能诵，诵以能持，乃至书写广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横愿皆得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二时，普贤菩萨摩诃萨欲重宣此意，普观十方而说偈言：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便利尽无语，普贤横愿威神力，普现一切如来前，一身复现刹尘身，一遍礼刹尘佛，于一尘中陈述佛，各处菩萨众会中，无尽法界尘亦然，深信诸佛皆充满，各以一切音声海，补出无尽妙言辞，尽于未来一切劫，赞佛甚深功德海，以诸最胜妙花蛮，祭月涂香及伞盖，如是最胜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最胜衣服，最胜香，末香烧香与灯烛，一皆如妙高具，我悉供养诸如来，我以广大圣解心，深信一切三世佛，悉以普贤横愿力，普遍供养诸如来，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十方一切诸众生，二乘有学及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十方所有世间灯，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劝请，转于无上妙法轮，诸佛若欲是涅盘，我悉至诚而劝请，唯愿久住刹尘劫，利乐一切诸众生，所有礼赞供养佛，请佛注视转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我随一切如来学，修习普贤圆满横，供养过去诸如来，给予现在十方佛，未来一切天人师，一切义要皆圆满，我愿普随三世学，速得成就大菩提，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众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网下，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趣中成宿命，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天龙夜叉鸠盘查，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诸音而说法。勤修清净波罗蜜，恒不忘失菩提心，灭除障垢无有余，一切妙横皆成就，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中得解脱，犹如莲花不着水，亦如日月不住空，悉除一切恶道苦，等与一切群生乐，如是经语刹尘劫，十方利益恒无尽，我常随顺诸众生，尽于未来一切劫，恒修普贤广大横，圆满无上大菩提，所有与我同行者，于一切处同集会，山口异业皆同等，一切横愿同修学，所有益我善知识，为我显示普贤横，常愿与我同集会，与我常生欢喜心，愿常面见诸如来及诸佛子众围绕，于彼皆心广大供，尽未来劫无匹厌，愿持诸佛微妙法，光显一切菩提横，究竟清净普贤道，尽未来劫常修习，我于一切诸有中所修福智恒无尽，定会方便及解脱，获诸无尽功德藏，一尘中有尘数刹，一刹有难思佛，一佛处众会中
我见恒眼，菩提横，普尽十方诸刹海，一毛端三世海，佛海居于国土海，我便修行精解海，一切如来与清净，一言俱众音声海，随诸众生意要音，一流佛遍财海，三世一切诸如来于彼无尽语言海，横转理去妙法轮，我身智力普能入，我能深入于未来，尽一切劫为一念，三世所有一切劫为一念计，我皆入，我于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师子，一常入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即威力，于毛端即威中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尘刹诸毛端，我皆深入而眼净，所有未来照世灯，成道转法悟群友，究竟佛事是涅盘，我皆往意而亲近，速集周遍神通力，火门遍入大乘力，智横普修功德力，威神普覆大慈力，遍净庄严圣福力，无着无依智慧力，定慧方便威神力，普能积极菩提力，清净一切善业力，摧灭一切烦恼力，降服一切诸魔力，圆满普贤诸横力，普能严净诸刹海，解脱一切众生海，善能分别诸法海，能甚深入智慧海，普能清净诸横海，圆满一切诸愿海，亲近供养诸佛海，修行无倦精解海，三世一切诸如来最胜菩提诸横愿，我皆供养圆满修，以普贤横悟菩提，一切如来有长子，必名号曰普贤尊，我今回向诸善根，愿诸智横悉同彼，愿身口意恒清净，诸横刹土亦复然，如是智慧号普贤，愿我与彼皆同等，我为遍净普贤横文殊师利诸大愿，满彼事业尽无余，未来季节恒无倦，我所修行无有量，获得无量诸功德，安住无量诸横中，了达一切神通力，文殊师利勇猛智，普贤慧横亦复然，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未得普贤殊胜横，愿我临欲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即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乐一切众生界，彼佛众会咸清净，我时余上莲花生，亲睹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蒙彼如来受记，化身无数百俱之，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十方所有无边刹庄严众宝供如来，最胜安乐施天人，经一切刹微尘劫，若人于此胜愿王，一经于耳能生信，求胜菩提心可养，获胜功德过于彼，即常远离恶之事，永离一切诸恶道，速见如来无量光，具此普贤最胜愿，此人善得胜寿命，此人善来人中生，此人不久当成就，如彼普贤菩萨横，往昔犹无智慧力，所造极恶五不见，送此普贤大愿王，一念速机皆消灭，
足性种类极容色，相好智慧贤圆满，诸魔外道不能摧，堪为三界所应供。素以菩提大树王，坐以降伏诸魔众，成等正觉转法轮，普利一切诸寒食。若人于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及演说，果报为佛能正知，决定获胜菩提道。若人诵持普贤愿，我说少分知善根，一念一切悉皆缘，成就众生清净愿。我此普贤殊胜横，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四往无量光佛刹。二十，普贤菩萨摩诃萨于如来前说此普贤广大愿王清净记，善财童子踊跃无量，一切菩萨皆大欢喜。如来赞言：善哉善哉。尔时世尊与诸圣者菩萨摩诃萨演说如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时，文殊师利菩萨而为上首，诸大菩萨即所成熟六千比丘，弥勒菩萨而为上首，衔接一切诸大菩萨，无垢普贤菩萨而为上首，一生补处住灌顶位诸大菩萨，居十方种种世界普来集会一切刹海及微尘数菩萨摩诃萨众，大智舍利弗、摩诃目犍连等而为上首，诸大声闻，并诸人天一切世主、天龙、夜叉、前塔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菩萨横愿品。补缺真言：南无赫拉达诺多拉夜夜缺拉缺拉居住居住摩拉摩拉虎拉哄呵呵苏丹那哄婆摩那娑婆诃。南无赫拉达诺多拉夜夜缺拉缺拉居住居住摩拉摩拉虎拉哄呵呵苏丹那哄婆摩那娑婆诃。南无赫拉达诺多拉夜夜缺拉缺拉居住居住摩拉摩拉虎拉哄呵呵苏丹那哄婆摩那娑婆诃。不缺圆满真言：唵呼噜呼噜舍夜摩切娑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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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呼噜呼噜舍夜摩切娑诃。南无大横普贤菩萨，南无大横普贤菩萨，南无大横普贤菩萨。回向记：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